本女生爱吃哪些小零食。Hello， 我是小美。日本女生最近很迷无印良品家的小零食，今天一起看看日本女生里最人气的MUJI追剧零食有哪些吧。第一，奶油大福，自然解冻就可以吃了，里面是奶油和红豆，外面是糯叽叽的大福，一口下去超幸福。第二，荔枝椰果，有好多种口味可以选择，最人气的是荔枝口味，磕前摇一摇，里面放了椰果，口感酸酸甜甜的，饱腹感很强，也很适合减脂期的妹子们哦。第三，焦糖盐味巧克力，冬季限定肯定少不了各种口味的巧克力，这个焦糖盐味巧克力最有人气，外面裹了一层可可粉，一颗很饱满，巧克力很顺滑湿润，入口瞬间融化，真的好好吃呀。第四，芝士条，日本女生很喜欢这种芝士条，外面是芝士脆片，里面是芝士夹心，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，一袋不到200卡，芝士控的最爱哦。第五，香蕉年轮蛋糕，MUJI家的年轮切片蛋糕口味真是多到惊人，最人气的是香蕉口味的，一个分量很足，膏体扎实湿润，香蕉味很浓郁香醇。第六，黄油焦糖拿铁，新出的这款还上了电视，加了一点点盐的黄油拿铁没有很甜腻，香气十足，口感浓郁顺滑，在秋冬里找到一丝丝暖暖的感觉。今天介绍的MUJI人气零食，你们最喜欢哪个呢？